什么是输，什么是赢，袂沾拼一定输定。什么是有，什么是命，打拼草头啊也会出名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也不知输赢，金色的爱情也会多人听。啊，免悲伤，啊，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什么是输，什么是赢，要沾拼一定输定。什么是有，什么是命，打拼草头啊也会出名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也不知输赢，金色的爱情也会孤人听。啊，免悲伤，啊，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也不知输赢，金色的爱情也会无人行。啊，免悲伤，啊，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阿宏，无所不谈，咱这朋友、观众大家，午安大家好。如果刚刚咱这个阿宏无所不谈，那么第二这个单元吼，来咱现场电话台吧，0229777138，现场电话台吧，0229777138。那么咱即马现场吼，那么。咱另外同款现场的电话吼，那么就是要来给当事人吼，也礼拜吼，阿宏伫个讲的，是毋是讲有事实无，或者是讲啊有甚物款的这个问题，免客气吼，当事人拢会当利用咱现场电话台吧，0229777138，现场电话台吧，0229777138，好嘞，咱。那么第二个单元要来讲这个李朝卿，哦，那么复职的，哦，依法复职的，所以我之前我都在讲，这个奇怪，这个咱政府国家哪会设这种的法令呢？对不对？伊犯着案，啊，佫会当复职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伊你若讲其他的代志，当然会当复职，但是毋是啊？伊是贪污案呢，是利用伊的这个职权贪污的呢，啊，安尼要哪会使复职的啦？
对不对？我之前我就讲啊，结果你甲看，唔是干那我反对你甲看，足些包括因国民党诶嘛反对啊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所以嘛，才讲这种法令早就爱改啊，早就爱改啊。所以我定来咧讲，咱像咱这国家都无人才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大家拢会顺啊，啊，拢搞迄个搞迄个党派咧，搞迄个正经有利人民咧，唔去做啦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！啊！死到一个爆发，才迄款的啊！你甲想看卖啊？对不对？这早我之前，我两三天前，第一讲的时阵啊，你调停被收押了呢，对不对？我就讲啊，是不是安尼？迄复职唔掉去啦，要来使复职的啦，是不是？伊利用职权啊，啊！你搁好复职安尼？安尼是咧是咧办什么呀？我就想袂向个，哦对唔对啦？所以我甲你讲，所以有诶一块什么咧专家啦，或迄法学迄个什么毕业诶啦，你甲看啊定即个法律，定即个法律咧，啊是毋是啊？啊讲到教育，因拢大家拢专家，啊是啊定即个法律咧，对唔对啦？所以我之前我看到我就讲啊，这唔对去啊。你若讲别项案件，唔是有关伊个即个职权的，对唔对？若个安尼，无伊无关，伊也无利用职权啊。但是伊这是伊这件代志是利用职权的，对唔对？收即个什么偷工减料啦，种种的伊发包什么，落即落伊都是有迄个职权，伊唔才有法度人谈迄个，对唔对啦？啊！今年刚犯案的时阵，你搁复职？来，咱看这则新闻。那么东井歌展，哦，那么伊在讲啦，讲你调停只有依法啊来复职啊，都无法度法律就是安尼，啊，你怪的对不对？讲法律是安尼，啊？啊！你也想啊？进前遐定法律的人，我爱掠个拍牙床啦，像这种拢个啊！咧进前的遐人拢个革职啦，有一个个革职啦，对不对？啊，甚至无迄落拢爱个判刑啦。安尼唔则袂，则袂乱去看呢，对不对啦？那么这中国时报了，那么涉贪遭受到起诉，伊这个南投县长李朝卿。哦，顶礼拜交保了后，立即申请复职的。那么引发舆论的这个挞伐啦。原本的时阵，那倾向准予复职的这个内政部，哦，态度嘛出现了松动。哦，内政部长李鸿源长虽然重新依法行政的这个立场啦，却唔敢担保李朝卿一定会当复职的。对不对？但伊坦言呐，就是讲伊坦白讲的呐。那么，村的诶，这个政治问题，吼、哦，主导权，唔是伫个内政部啦，拢死搞拢安尼，踢来踢去。像这个政府是咧创啥碗粿啦，吼、哦，然后当着代志拢踢来踢去啦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唔敢负责任，要是我做诶时阵，安尼内政部长。我讲的是呢，停职暂停，哎，了复职暂停，对不对？啊，等下我研究好势，再要复职再来复职，对不对？那个转那个弹弓的煞袂响的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是不是安尼？因为你这有争议嘛，既然讲有争议，我无定，我就甲你先甲你停的啊，我来等到我的孙安尼啊，哦，啊，有关的孙安尼啊。啊，这个专家对不对？要来讨论会议，了我再过来决定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框在我这嘛，要我就安心做啊，要我就是安心做啊嘛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伊若过才好伊过嘛，是不是安尼？哦，你条件伊要过才好过嘛，啊过安喏，我有理由啊，对不对？是哪有理由？你依法会当好是无唔对啦，但是这件事。涉贪是你的孙阿娘，利用你的职权的呢？伊安尼要哪复职？复职都唔对啊，对唔对？会使讲违背着母法啦，会使安心讲的，我对唔对啦？嗯，
所以我常常咧讲，讲这读书什么咧，迄个读假啦，恁发学的拢读假啦。我是不是安尼先？啊，凭我这个无读的还搁较死。哦，你讲对啊，唔对啦？啊，我就知影讲啊，这个绝对唔对去啊。人外行的人嘛，就知影讲这唔对去啊。难道恁这专家的人，吼，对唔对啦？所以我现在逐工我会批就是安尼，讲到到底，大家拢安尼吼。啊！一白天一正对啦，吼、哦，什么？伊是硕士，伊是博士啦，伊什么？什么外久啊？伊经验外久啊？安那对不对？啊，结果做诶代志拢安尼，啊。那么对这个时阵，阿东正高层人士伫讲啊，李朝卿是毋是会当复制的这个问题？吼、哦，早有前例可循呐、啊。来，咱看什么前例？那么先前诶，阵啊，民进党党籍这个。关市长张华县长等人，拢在这个起诉了后依法啊来复职的。那么主管单位立场只会当依法的，吼、哦。那么像这种的代志，并无行政裁量也这个空间呐、啊。意思就是讲，伊行政人员无法多啦，拢爱按照也这个法令来就对了啦。那么南投县府这个官员在讲呢？那么无罪的这个推定，哦，是司法首要的这个原则，哦。那么李朝卿复职嘛是依法有据啊，哦。那么甚至的时阵，社运人士要抗议，嘛爱依法提出集会游行，啊来申请啊，哦，这有人抗议，但是可能敢那无申请。那么李朝卿涉嫌伫个一百外件。在修重建工程内面，所处的会考，哦，那么遭受到这个扣押、停职将近四个月了。那么顶礼拜专案侦结起诉了后，立即，哦，新闻内政部长，啊，内政部申请复职的。那么李鸿源认为讲，本以无罪的这个推论前提啦，应该这个李朝卿。同意复职，并公开表示上届班本周就会批准啊来复职公文啊。未了，这个时阵唔是干那引起的孙阿娘在野党的这个批评呢，就连国民党立委嘛大表不满啊，唔免讲啥，我嘛不满啊，对不对？是唔是安尼先？喂。喂，对不对？敢那阿红嘛不完哩，是不是？啊？那么李鸿源长重申，内政部决策虽然需要考虑社会的这个观感，但是嘛爱依法啊来行政啦。哦，那么既然过去曾经有诉起伊的这个县市长遭受到起诉，那么最后却无罪定刑，伊的这个案例啦，当然无罪，你公家错，你再来复职嘛，对不对啦？是不是安尼？啊，你搁会拿这个权都唔对去啊啦！啊，那么内政部就应同意李朝卿的这个复职，袂使选择性的这个执法啦。哦，至于李朝卿复职了后，哦，会用的哦，这个会引起一挂这个争论，哦，但是应该由本人家己。啊，来承担啊，吼、哦！
那么李宏源表示，伊了解社会上，吼，袂看见着这个李朝卿复职，吼，伊的这个氛围啦。但是内政部并非法院，吼，那么你是地方制度法的这个主管机关，无多人因为检察官伊的这个起诉，你袂予这个啊李朝卿来复职，吼。那么，伊甲行政院长江宜桦，伫个日前嘛就李朝卿复职这件代志达成了这个共识啦。但是李朝元伊嘛坦言，根据目前伊的这个情形，那么伊不敢保证李朝卿一定会当复职啦，对不对？敢那我拄啊伫个讲个。因为你这发觉讲，这进前诶，咱唔好讲，进前就安尼，你讲遮错，你有诶，那恶化咧时阵安尼啊，你进前安尼，你即马搁安尼都唔对去啊，是毋是安尼先？哦，要是我拄啊，我咧讲啊，我会全咧甲停掉诶啊，对唔对？伊即马申请诶时阵安尼啊，复职诶时阵啊，我就甲冻起来，冻起来，伊即马若搁。地方的时候，那个行文来啊，我就甲回文啊，因为这件复职的代志，有，假算讲有争议嘛，是不是安尼先？吼、哦、啊，所以我的时候呢，我部长本身的时候，就甲一挂专家吼、哦、来滴的时候呢，啊，演绎嘛，对不对？看是到底是要安怎嘛，是不是？啊，看伊啊，安尼伊若讲挡袂牢，要过才好过啊嘛，是不是安尼先？要依我是安尼先啦。对不对？啊，恁大家，咱各位网友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观众，吼、哦，你想看卖啊？是不是讲我安尼讲有理无？对不对啦？啊，当然有理嘛，都要按照法无唔对啦。啊，但是甲法院的，我相信讲，吼、哦，你宏源的孙阿娘，内政部长，你袂安怎啦？对不对啦？是不是安尼？你甲拖时间啊，无予法院去裁决嘛，啊，就是安尼死阿娘嘛。哦，对不对啦？啊，来突现的时阵啊，这个时阵啊，司法的时阵啊，有瑕疵啊嘛，是不是安尼先？啊，那安尼是咪？这立法委员这就赶紧来修改迄个法条啊嘛？你讲对不对啦？啊，应该都要安尼啦。哦，啊，这也较紧啊，拄好有这种的代志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唔通阁安尼放点点啊！即法界人士啊，即立法委员啊，你唔通干呢顾恁家己的利益啦。像这种的时阵呢，拢爱赶紧来改进啦。哦，是不是安尼先？那么的时阵呢？但是李宏源嘛坦言啦，根据目前的这个状况啦，对不对啦？伊就唔敢讲啊，到底吼、哦，到底的时阵要按照法令的时阵来复职，对不对？伊就讲啊，因为啊，这简单想就知影，对不对啦？讲所以大家讲的时阵呢，讲外迄款的外迄个，我前迄阵啊，我就迄阵啊放出来呢，有消息讲的时阵要复职呢，我就有话讲啊，是不是安尼先？对不对？结果你啊看，今日的新闻都咧讲这个啊嘛，是不是安尼？包括因国民党员嘛，讲安尼哪对？哦，是不是安尼先？啊，本来就是唔对啊，对不对？你本来的时阵安尼啊，伫个什么彰化馆的时阵，甲迄落啊，根本都爱知影啊，那老到即阵啊，才咧迄落。所以我定安尼讲，国民党都无人才哩，对不对？你讲遮错，你民进党诶，伫迄落。你袂去迄款嘞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我感觉真奇怪啊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难道因事因人安尼伫个迄度吗？是毋是安尼先？那么对于这个复职案引发哦轩然大波。那么官府核心的这个幕僚表示啦，申请复职是法律规定的啊，吼、哦。那么如果无申请复职，岂非自认有罪？吼、哦，这嘛唔是安尼先讲呢，这嘛唔是安尼讲啦。因为安怎讲呢？
因为孙呐，我的人清白啦、啊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你讲我的孙呐利用这款贪污，我即马我拢我这款暂时我放一边，对不对啦、啊？我等待司法的孙呐厘清了后，我无罪，我再来服罪，是不是安尼？有欺骗的都是安，有迄落的人都是安尼啊。哎、欸，唔是啊，嗯，啊，我服罪，我有通啊个，有一个权呢。啊！而且我搁领月金呢，这拜托的，这拢全民的，会流汗钱呢，啊，对唔对啦？啊，你这也贪，那也贪，嗯，啊，会顺安尼月金你搁爱，对唔对啦？我的主张是讲，还未定罪，这段时间停职领半薪呢。啊，你若是讲有罪啦，尔，迄个半身嘛，搁来靠倒转来啦，就是安尼生啊，对不对啦？安尼是毋是保障人的人权，保障人的这个职业，是毋是安尼生？安尼有理无？来，现场电话台北空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，现场电话台北空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，好啦，休困，听两首歌。稍等一下再回来、哦、来江边小别晚来吧比人来听破三姑问你一遍，江风对面看，真情真爱，爸母无开花。在笑夫人啊，热情的心肝，饮酒大
咱长寿。全部的知影，昨暝耗了几暝也知影，可爱的目屎是那亲像一粒一粒相思的露水晶，将我自私好几次的甘美的气势你，予我心内欢喜也惊，目屎伊也流落。昨暝在公园散步的时候，予迄个小姐哭的，就是我。因为月娘来照着伊的时阵，伊也真美丽，又搁高姿，所以我一时忍袂住，煞来甲伊 kiss 啦。嘛搁天气嘛是知影，伊嘛是知影。也毋是悲伤来哭的啦，大概是伤过头欢喜的啦。一日是全部的知影，昨暝梦到什么也知影，梦到伊甲郎君来做阵，双人踮在云中来跑来又跑去，今夜又是看起着伊摕着相片在床边，无伊的梦起两人。甘美的面要笑嘛笑袂出来，要哭嘛哭无目屎，是你晓向来变卦，怎样讲我无心肝？是你违背我。想到的畏寒，世间亲像你这款人，谁人敢嫁你？只是糊涂，予你来骗。好心的人，我要找你。要笑嘛笑袂出来，要哭嘛哭无目屎，伊是山明甲海誓，如今放我孤一个，是你违背我。我痛苦受拖磨，
世间只一个这款人，啥人敢嫁你？一世糊涂，予你来骗。负心的人，我要出卖你。是你，是你违背我，予我想到的畏寒。世间亲像你这款人，啥人敢嫁你？一世糊涂，予你来骗。负心的人，我要出卖你。好，来，咱继续搁转来现场吼。因为你即马所收看节目是阿宏无所不谈，咱这节目是每礼拜一、拜三、拜五下晡时，那么两点开始，啊个四点。依然由小弟阿宏诚恳，甲咱网友观众做伙来关心国家事、社会事、家庭事、教育事等等啦吼。来，咱。继续，所以的时阵安尼啊，这个时阵，南投县长吼复职这个案啊，你甲看，吼、哦，伊讲的时阵安尼啊，这个市民就伊讲，李朝卿那是复职啊，大家试看卖啊啦，吼、哦，大家试看卖啊啦，吼、哦，咱就以这个。民主导师啦，吼、哦，施明德啦，你甲看，吼、哦，较早的时阵呢，甲国民党诶，吼，安尼拼个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了后的时阵呢，为着要走离开台湾，吼、哦，也的时阵呢，啊，去美容改装，吼、哦，对毋对啦？你甲想，吼、哦，啊，自由时报来，这个综合报道，国民党接连爆发了贪腐。伊个即个备案，马英九还阁想要继续做国民党个即个主席，前反贪腐运动总指挥个即个施明德长都咧抨击个啦，吼、哦，这是假借以党领证为由啦，吼、哦，替自己啊来扩张即个权力，伊并警告内政部长李鸿源。那是敢吼，那、哦、是会顺安尼，敢会顺安尼批准南投县长啊，你调遣吼，那、哦啊、来复职，大家就试看卖啊啦，哦，无排除使用各种的这个可能的方式，那么发起群众运动，那么甲政府抗争到底了，好、哦，你甲看。对不对啦？所以我常常在讲到，像进前的时阵那个什么彰化县，那个就好，代志就好来看是要安怎来办啊？对不对？你即马冲个啊，大家都公车说，这个国民党都应该死了呀，对不对啦？啊，这个时阵那样都是后知后觉啊，人讲不知不觉，是不是安尼先？啊，你即马调啊，恁国民党诶，调啊，大家嘛要甲你攻击。早就的时阵啊，虎视眈眈啊，是不是啊？可无恁的时阵，国民党会犯大事啊嘛，是不是安尼先？啊，恁这个国民党还阁未讲哦，是不是安尼先？啊，都人民甲你唾弃啊，啊，恁才会当讲啊，像较早对不对？人的时阵啊，和这个阿扁啊去做总统，恁才要来讲哦，对不对？那是阿扁啊的时阵啊，贪污做了无迄款的呢，无那是做了袂歹，照常阁民进党在做，你敢知？啊？啊，恁阁袂讲哦，是毋是安尼先？啊，对毋对？所以嘛，我定定咧讲啦，参加迄党诶，我甲你讲啦，
都是当拢同款啦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你都服绑党个白条个，拢安尼嘛，是毋是？啊，你反对个啥？反对拢几个啊？因为安怎讲呢？因为伊权力伊个即个职位，对毋对？免讲啥啦，干阿阮参加过来会就好啊。伊迄个核心拢是遐几个啊，安尼安尼啦，对毋对？伊有咧培养新个有无？但是个时阵啊，你搁个迄个嘛是遐核心遐个人伫迄款个。对不对呢？啊，你甲想，伊本来迄个翁仔着落油翁仔落去嘛是油啦，你若水翁仔落去嘛是水啦，安尼你听有无？是毋是安尼？你讲个时阵啊，你落去甲人无共款，你无可能啦，你连个着搁爱搁跳走啊啦，是毋是安尼先？一想着知影啊，所以人古早人个时阵人讲啥物嘿啊？啊？近墨则黑啊，哦，是不是？啊，近朱则赤啊，就是安尼生啊，是不是安尼生？因你若甲人无共款，你家己就退走啊。安怎讲？啊，你尾啊，你嘛是甲人，迄个河流同污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安尼生？啊，这个公家说免读书就知影这个道理啊嘛，是不是安尼？对不对？你讲的时阵，你讲国民党也好啦，什么啊？你伫个中常会内面呢？你做你甲看，你若无甲人同款的，迄几个啊，我来讲，到尾也就退出了，到尾也就退出了，对不对呢？啊，人即马就是遮人大部分赞成马英九。连任的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到迄落啊，你到尾啊，你就是退出了，就是安尼生啊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我得甲你讲吼，唔是干那政治作恶的啦，你个社会嘛是感官作恶的啦，啊，就是拢安尼生嘛。那么所以伊在讲啦，哦，即嘛一个迄落，大家都拢出头啊啦，哦。那么所以讲，那是继续贪污啦，内政部那么需要爱负责啦，对不对？那内政部要负什么责啦？啊，内政部是要负什么责？所以这所以根本就乱来嘛，无采的时阵啊，伊做过的时阵啊，行政院长对不对啦？啊，讲这种话，对不对啦？啊，那干那进前贪污的，你所以你唔都爱负责，对不对啦？进前是不是？国民党也贪污啊，民进党也贪污啊。你安怎讲？你行政院的贪污全部拢在内，你敢知？不是干那讲国民党的贪污哪样呢？啊，还是讲恁民进党的贪污呢？不是呢，你是行政院长呢，对不对啦？啊，大项大事对唔对？拢你爱包，你敢知？所以像你种讲这种话拢唔对。我所定来咧讲，奇怪，这种政治人物都。讲看到什么讲什么，伊无咧逻辑就对了，啊无咧迄落昧着良心啊，就安都讲啊，是不是安尼？像这种的时阵，要哪有法度？啊，是不是？你较早嘛做过行政院长啊，迄阵敢有贪污？敢拢无啊？嘛是有啊，啊有你来袂负责，啊起码你来讲这种话，啊迄阵的时阵啊，你的时阵呢？啊，这个内政部长，你迄阵啊，你咧做的时阵，你都无叫内政部。部长负责啊！啊，即卖是呐，别人咧，别党咧做，你讲行，内政部长你爱负责，安尼敢有理？啊，想着知影啊，对毋对？所以我感觉大家咧讲话拢为鼻腔咧出，大家咧讲话拢为鼻腔咧出，毋是真真正正以理来咧讲话。那么，民进党主席苏贞昌昨昏答复媒体的时阵，伫咧讲。贪污的这个官长如果复职啊，社会观感是毋是讲无好啦？拜托的，当然是无好啊。但是我有讲过啊，对不对啦？啊是安那着恁啊，迄落啊，着恁民进党的时代，恁那无爱都安怎落来改啊？对不对啦？是不是安尼？啊，这大拢提来提去啊，啊，着见缝插针啊，是不是安尼先？各党拢爱负责啦，我跟你讲，所以我常常咧讲，迄人民你爱人情熟识啦，较巧的啦，唔那安尼戆戆人啊，讲安尼啊，就对人讲安尼啦。
伊讲的孙阿娘是毋是讲，譬如讲检察官起诉，这个起诉书所讲的，吼、哦，那么继续做大小拢贪污的代志咧，嘛袂使讲伊这个检察官安怎讲啊？是毋是安尼？即卖问题伊咧讲啥物拢无啥物关系啦，只要你进前的孙阿，你对唔对？你是安怎讲的孙阿贪污的，都够复杂啦。就是一只啦，尔啦，关键就是一只啦，尔啦。啊，你搁什么检察官拢无效啦？像你所讲的什么检察官咧讲，迄不是检察官咧讲，迄是讲你政府的时阵，甲这个立法的人是按这种条文安生啦。贪污的抓落去，交报出来，会当讲复制的，我是感觉真奇怪啊。问题就是重点一只啦，这倒位啊？像恁这种的时阵，什么政治人物？讲来讲去，讲迄有诶无诶，迄个毋是重点啦。重点就是我即马伫咧讲诶啦，对毋对啦？所以恁诶孙啊，讲到到底诶孙啊，大家政治诶孙啊，偌久啊，啊，搁迄落啊，大家拢诶孙啊，真悬诶，吼，教育拢真悬诶，啊，奇怪咧，啊，着点样？会使讲，如啦，点样如？表示啥？表示无智慧啦，毋知点样如？是毋是安尼？那么内政部既然有权核准复职，吼、哦，啊，甲无复职，即卖问题都下。即卖李鸿源伊咧讲，就是讲按照依法，就是爱安尼啦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难道你较早过做过行政院长，你毋知影吗？是毋是安尼先？所以我常常咧讲，就是讲即卖人拢三级跳，吼、哦，啊，做一个官长，伊就要做行政院长啊，拢安尼嘛？啊，你想？像说伊都毋知啊，阿洪都知影啊。啊，你怎么你即个做过的时阵安尼啊？较早的时阵安尼，即个县长啦，甚至台北对毋对？即个台北县县长啊，你苏贞昌你嘛做过啊，是毋是安尼？较早我嘛投你一票啦，对毋对啦？嗯。啊，所以你的时阵安尼啊，你真的眼睛缩瞎好啊，对毋对啦？嗯。你无去甲思考，你无反驳这个内政部长，你讲哪有影啊？法令哪有安尼生效？你安尼才对啦，对唔对呢？迄就是你要讲的重点啦，是不是安尼？什么内政部长既然有权核准的时阵安尼啊，意思讲嘛会使有权的时阵安尼，袂使核准啦。意思嘛是讲安尼啦，但是问题就是我咧讲啊，这法律哪安心咧实啦？哦、啊，对唔对呢？啊，我唔是讲像苏贞昌安尼咧讲，我是讲会当甲拖啦，你知影呐？会当甲拖啦，因为安尼，伊法令就是，伊就是爱申请复职嘛，啊，你内政部就是爱准啦，就是安尼先安尼嘛，对唔对呢？啊，你若话总讲伊无准，啊，进前个咧，进前像即个李朝卿安尼，啊，你要安怎讲？是毋是？人嘛是讲你内政部长嘛。哦，你讲对唔对？所以你即卖问题就是，若要阿洪做，就是爱甲拖啦，甲拖就是安尼，啊拖甲看，伊爱告啊，哦告来啊，法院再来讲啊，对唔对啦？是毋是安尼先？啊，若安尼突然伊即个法令无周全，要安那法令爱改，安尼才是的孙安尼啊，一劳永逸的啦，安尼才是对的啦，是毋是安尼先？代志就是爱安尼做啦，讲遮做恁遮政治人物咧讲啥讲啥讲啥，是毋是啊？所以我感觉真奇怪啦，所以我是安尼爱批啊。恁讲到到底，大家拢行，迄个行政首长拢做过啊，甲简单一个迄条哩啊，啊，伊是要安怎？内政部长是要向全国来交代，对唔对？啊，伊无做，人嘛讲啦；伊做，人嘛讲啦。你讲对啊？唔对？啊，所以这简单一个事由啦，尔你个对唔对？分袂清楚啊！甲人咧做什么行政院长，甲人做什么县长，对唔对啦？哦，你若讲的孙阿娘，啊，这个施明德来讲，我阁同意的看法，因为伊本身的孙阿娘。无担任过的时阵，安尼首长嘛，对唔对？是不是安尼？
啊，用伊用伊事实来咧讲话嘛。啊，恁唔是啊，恁有做过，你敢知？是不是安尼先？迄国家恁有做过，你敢知？迄是毋是安尼？都差足济啊啦，是不是？所以阿宏咧认咧看这种是非，我拢真分明啦，对唔对啦？那么这个纪万生伊在呛讲，这个南投县府啦，国民党部的啦，对唔对？那么美丽岛事件受刑人哦，这个纪万生顶人哦，一件的人就对了哦，张阿个是明德联系了后嘛咧讲啊，那么你条件那是福气的哦，将号召全台社运团体以及到上界直接受害的这个性义仁爱哦，这两乡原住民啊，好、哦、你甲看啊，一个月算啊咧，要安尼舞弄啊，啊，这咱就安尼舞弄要从啥，对不对啦？啊，你好大，你个家己弄出来就好啊嘛，安尼弄就知影啦，你唔免过安尼生啦，是不是安尼生？吼、哦，啊，伊那政府那伊老实讲，伊那个麻麻痹痹，啊就叫乱那嘛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对唔对啦？嗯，要发起的时阵呢，超越哪里伊的这个核行动啊？这个他都干的乌龙要创啥呢？哦，那么，搁维护人民的这个生存权啊？哦，那么前往的时阵呢，包围南投官府哦，国民党中央党部到家的时阵呢，李朝卿落台为止的。哦，那么伊咧呛啊，国民党的时阵啊，啊，卖讲轻忽人民的这个愤怒啦，伊个意思呢，要，吼、哦，要过来用这种的这个合作啥民什么兄啊，民粹啦，对啦，哇、哦，这对唔对啦？啊，那都用这种民粹要从啥的啦？是不是安尼？啊，难道恁拢靠这个？是不是？啊，恁家人拢靠这民粹，啊？你那理由对，唔免民粹啦。我阿你讲啦，是不是安尼先？啊，即嘛民粹嘛无遐简单啦。我所阿你讲啦，嗯。那么李永元伊伫讲，本周的时阵通知李朝卿阿来复职的，有啊，吼、哦。那么坚持阿要互李朝卿复职，而且个内政部长李永元、张安闭门。急的孙啊，这个代志，大省是讲叹了一口气啦，吼、哦，过来就是讲重新内政部依法行政啦。那么本周的孙啊，有关会通知李朝卿啊来复职啦。伊讲啦，内政部依法行政的这个立场未改变啦，不过的孙嘛爱加伊，吼、哦。加一句的时阵，目前是安尼生啦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就讲啊，你煞无智慧，你就甲拖啦，都、就是安尼那样啦，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都、就是安尼那样，对不对啦？你靠、哦，所以即落讲嘛是安尼，人伊嘛是内政部长，你要安怎？对不对啦？是不是安尼？安怎拖啊？你都申请嘛，当下孙安尼啊？来突现啊，突现的孙阿娘，这个孙阿娘宪法啦，啊来解释啦，吼、哦、对唔对啦？啊说袂响，安尼个拖啦，拖一两个月啊，绝对走袂去的，你讲对唔对啦？好来，咱时间到这就结束，其他下次会讲这个网络讲这个时间，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再见，拜拜。